是的，哎，怎么说呢？是脱掉了西装终于变成自己了，是吗？不是，其实也不是我，但只是，哎呀，这个女生歌，对，规矩确实我真学了很多，所以在这一刻吧，人生第一场，或者上半场的这个时候，我真的是特别想规规矩矩的在各位老师面前，因为。 我亲爱的老师们也来到了现场。老师们好。郭中秋老师，何老师，在哪里？何德老妈妈老师在哪里？谢老师，谢老师在哪里？都是一路对我，真的，所以我真的上半场压力其实是蛮大的，尤其是当着老师的面儿。<笑> 对，然后还是希望老师觉得，哎，你学的还行啊，没走话，还满意就行了。谢谢，再次谢谢各位老师。我相信在老师心目中，马扎不仅仅是还行这个级别，一定是贼棒的是吧？那接下来给大家带来什么歌曲啊？接下来带来一首歌，这首歌啊，是我同事。 也是我的老大哥，没错，他的保留曲。但是由于他今天在外地拍戏啊，还是演出啊，就没来到现场。本来他今天也来，可以来。然后这首歌呢，在最近几次我演出呢，也是大家特别喜欢。这首歌叫什么呀？不清楚，我在这说。所以说是忠实粉丝嘛，把舞台交给大家。 人叹息，更无语，血泪两行。把罹难取人悲欢，泪光淘尽黄尘飞扬。
드디어.